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讲真系，你今晚大家蛮高赞。而且去咱十个做来看，民数记第3章41节，我是耶和华，你就爱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第一生的，嘛就爱摕利未人的精神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最生的精神。伫传统上，人用着肌肉来锻炼了男人气概，认为男子汉绝对袂当流目屎，永远爱坚强。男人今仔日拄着的问题、甲困境，甲即种大男人论调的传统的定义无关系。真侪男人表面上依仗着传统男性的法则，每一工逼家己扮演着典型的男子汉，但是心内确实是感觉非常的不自在，不禁的想到家己的境遇，实在毋是真正男人应该有的模样。即款刻板的形象的男人，伫生活中间是上无快乐。男人定位有所偏差，思想就会偏差，行为就会无正确，做代志就会有问题。男子气概的传统观念若是无妥当，男人每一日的行为都必须爱面对着选择。如果若继续旧的生活的方式，扮演着刻板男性的形象，每一天着感情啊，这个情感的这个善向无快乐的生活。将会带来了身躯顶面的疾病、寿命的缩短。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让男人气概重新来定义，突破着框框，会当开创新的局面。上帝非常清楚的定义，男人的代替法则，必须着爱有受伤的画面，才会当来起作用。人代替人，精神代替精神。精神只干那会当代替精神，精神未当代替人。利未人代替头出生的囡仔的资格，是先归乎上帝，才做上帝恩典，然后才会当做人的代替。耶稣必须先爱才做甲人相像活命的人，才会当显明掠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羔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什么叫做真正的男人气概？就是有耶稣的话命，你愿意吗？因为只有耶稣会当代替咱，咱来祈祷，特别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着阮，有耶稣基督的话来，在阮的心的内面，帮助着阮活出着真实的家己，无互过去错误的传统束缚了阮，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你家己恩惠中间徛在，愿上帝带领新的日子，感谢你。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